我其实是理想型，是偏女王型的那种，就是可以虐我的那种，虐我的那种，指使我去端茶倒水。Oh God。OK， 因为我觉得被虐是，就是说，因为我尊重他，就是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有的时候我觉得自然肤色是最好的。所以马罗先，你能接受女生很黑吗？就是如果你找女朋友，那个女生很黑的话。